去年复活节，然后就锁定了国会大爱这个专案，因为这专案真的太经典了。就像我还找到一个，之前2014年5月3日绿党还开一个第一次使用国会大爱制就上手，教大家怎么使用国会大爱制。可是就变成说最近几年就是要跟大家宣传到底什么是国会大爱制的时候，都没有一个网页可以宣传。然后终于变僵尸了，没有就活过来了。活过来了。耶！现在可以看到国会大爱制的画面了。虽然资料还是2015年的版本，对，那就欢迎大家就是 AK 来看一下国会大爱制长什么样子。就是如果是这几年才参加剧，可能没有看过活的国会大爱制，现在有没有然后如果想要再跳这个坑，让国会大爱制变得更好用，或者是说可以再加些什么内容的话，都欢迎可以来，就是把扣程式码拿去，然后开始乱改之类的。好，所以那也欢迎就是我们一起来复活更多以前的剧迷的专案，就是。那个佩佩的孩子在这上面，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这边填说有什么专案现在不是活的，但你希望让他活着来投票，然后我们再一起把他救活吧。好，就这样，谢谢大家。下面一个，班长，刚才有没有？我可以复活立院影城吗？哎、欸，我刚才看那个 data。